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完全原文是可以翻译成完全的、成熟的、成年的。而这里所谓的完全，并不是完美主义，乃是说主要我们的生命不断地长大、成熟，越来越像天父一样。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主要我们追求生命完全，生命成长、成熟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因此我们借着每一天在家，在任何环境中接触到的人事物，来操练我们按照属天的原则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成熟。